我儿子去这边的这个当地的城市吧，坐下这个火车啊。然后呢，他是从这条线是从这个 Heber City， 然后一直到这个 Canyon 啊 ，Canyon 当中还途经一个公园，非常兴奋啊！第一次很长时间没有坐火车了，今年之前在美国坐过一个火车叫 Amtrak， 它是真的火车啊，我是从 Texas 一直坐到 Michigan 去看朋友，啊，很漂亮，很漂亮，坐了很长时间，好像有坐。一天一夜吧，一整条，它穿过很多的州，很多的农村、田野、山丘，非常的漂亮。那今天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不同的感觉，也是非常漂亮一条观光火车。它是当地的这个城市之间的穿梭的。这条线呢，一共是16迈啊，全程是3个小时。那么我们一会儿到家啊，一会儿到那边给大家看一下。Provo Canyon 这一条的，这怎么说呢 ？It is the highway. It is highway, not Jason. It is a state road. 哦，它是一个州立的这个路啊。我们还有10迈到达这个终点坐火车的地方。我们看着旁边都是这个犹他州的这个山脉啊。犹他州的山脉其实，它现就是怎么说呢？有的还可以绿绿的，有的就不好看，光秃秃的，就像那边。哇，这是犹他湖吧？这是犹他 Lake， right？ 犹他 ？No， which lake？ This is Deer Creek Reservoir， I think。Deer Creek Reservoir 是一个旅游的那个。Go fishing 对吧？好的。对，很多这种私家的小船啊、小游艇在河面上。今天的天还不错，不是？到目前为止没有艳阳高照，还可以，还 OK， 所以说不会太热啊。这个稍微多云的天吧，还可以在湖面上，不会太晒。那么等会儿看一下这个火车吧，在火车其实网上就一些图片，没有找到什么全程的这些视频什么的。一个非常短的视频看到的是，它这个火车怎么说呢，它上面还有一节节车厢有一些现在暑假每周都有主题的，是非常带孩子这个亲子好的这个游乐的一个项目吧。它上面有每周有主题，有上面有角色扮演的一些像迪士尼啊一些童话的那种角色人物在上面，还是有一些表演的，感觉应该挺有意思。我们这边就是 Deer Creek Reservoir， 是一个很漂亮的，是一个度假的，叫做度假村吧。村吧，它是有人，对，有湖面，一些看到一些游艇嘛，私家的游艇。Where？ There. Oh, oh, 看到，对，看到没有？这里有，看到这些人在空中，哇，滑来滑去的，哎呦，没有了。对，在这边滑来滑去，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户外的啊，犹他州也就这个。半年吧，6-7个月份可以户外搞这些东西，冬天呢有5个月，那么人们户外呢就去滑雪了啊。每个冬天夏天玩的东西非常不一样，因为它气候的原因啊，非常明显的气候。到了，总算到这个 ，listen to my email 啊，这些火车它有不同的，去不同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就是去这个 canyon 啊。像我们以前中国的是不是像绿皮火车啊，对吧，有点像那种绿皮的。哎，到了，这现在我们要找地方停车了。 Can park here or park inside? You sure can park on the road? We're not get a ticket? 他说是要10:30，提早半个小时到了，那么现在还有15分钟，应该来得及。我觉得这个检票地方应该不大吧，他们就看一下票子可以。好，这里都停满了车，都是估计都是坐火车的。这条线来回一共3个小时，应该觉得还是蛮有意思。很久没坐火车了，我记得上次去坐的时候还是2年前，
两年前回中国的时候，去上海、去杭州玩的时候，就坐动车。今天也是，孩子长那么大，第一次带他坐火车嘛。现在回国回不去，只能在美国找些地方玩一玩。但是网上买的票，他说要去里面，把票子拿好，打印出来。哇，今天坐火车的人还是挺多的，感觉。Hi, I bought from the website. So, okay. What's the one? 哎呀 ，Your body. So heavy. This 这个带着吃东西太重了，让他帮我拿一下。And what would be the first name on the reservation? Wen, W-E-N. Wen. We cannot bring. No, there's just no room. No room. Can we bring to the checkout?Yes, we can bring it, but you have to hold it on your lap. Oh, okay. So I'm not seeing a reservation under that name. Could it be under a different name? Do you want me to show you the ticket? If you could, that. 买到了，我们坐的是头等这个头等舱啊啊！长这么大第一次坐头等舱，竟然是坐这个。它票价有分两种，一种是有三种吧，有四种不同的吧。我们坐的是那个。有常规的，这个算是头等的。嗨，好 ，OK，Thank you。啊，他们会帮我，OK， 带到车这个位置上，看看是哪一种。哦，这个还不错，哇，真的不错。他说360度，我以为没有棚，没有顶，有顶，就窗都是透明，没有窗户的，很不错。Can we sit here or no? I can't find your name. One second. Let me move this stuff and I'll put you guys right here. You guys can go right here. Oh, thank you. 找到位置了，坐这里，不错。Jason, where's the bathroom? I don't know. Oh, thank you. Where's the bathroom? It's right down here in the next car over. Oh, right down front. Yeah, so at the very end of this car, there's a bathroom.So the hallway is on the train, right? Or we will in the park? So we'll go down and then we'll get off for a little bit at Vivian Park、uh-huh. and then we'll board again and then drive back. Oh, thank you. Yeah. 哎呀，不错了，在火车上了，还是挺兴奋的啊，挺兴奋，带小孩子，小孩子第一次坐，应该很开心。宝们 ，The first time I take the train, 嘟嘟，第一次坐这个火车，开心吗？还不，他现在还不知道呢，等会儿开了就知道了。很开心啊、哦！一会儿准备吃，带了一点这个、啊、吃的，看一下带了点什么。我带了点草莓、薯片，带点草莓，还昨天这个饮料还带这个，我喜欢吃这个简达缤纷乐。还有这个，带了点这个吃的，一些小食吧，草莓。吃多小孩子吃的，然后这个软糖，边他们等会儿还好像还演奏什么的，很兴奋啊！就等着开车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吧。不错哦，这个叫做头等舱，是因为没有窗的，哎，而且它这个是沙发软座啊、普通的可能就是座位吧，这个区别啊。还有8分钟火车开了，以为要迟到了，前面还在路上开，10点40的时候还在开呢，啊，42分到的，那么挺好，车走过来3分钟，15分钟，现在挺好的。他们是建议是11点发车，10点半就到，提早半个小时等在这边，那么时间会比较充裕点。他俩打起来了。打起来了啊！不错的，我现在准备要吃东西，吃这个简达缤纷乐吧。出发喽，开起来了！他前面还有唱卡拉 OK。
绿铁皮车很慢很慢，觉得老美啊，摇摇晃晃，摇摇晃晃。有机会带小东西回中国去坐这个绿皮火车，一路往北或往南旅游，或者是这个动车一个个坐过来。上来了一个这个打劫的，车上面去返回路线，回到这个 Heber City。 这里有个儿童广场，可以给小孩子玩耍。要睡觉了，坐过了。我们现在返回来，哎呦，那些人在漂流很爽啊，舒服啊。